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收看 Horse Cup 第21届，目前是进行到第三天，希望是最后的一个波舞败部的第三轮，由 Showtime 要来出战的是 Zero。出发第三地图是来到 Mendance， 首先看一下地图的12点的方向，红色的虫族是我们的 Zero。6点钟蓝色的神族，这是我们的 Showtime。休坦还是在败部第二轮3-1击败了 Solar， 然后挺进到了现在。那 C 罗呢，在上轮只是3-1也击败了我们的杀师傅 Spirit。杀师傅。我现在只由衷希望的一件事情是，另外一边是同时开始的，我们应该没有必要特别在这一场播完还去看另外一场的比赛。我来看看有没有人去播另外一边好了。如果我们的好朋友伊努，对不对？应该会进去 OB 一下，毕竟有 zone 嘛。哎，有哎，好像有哎，有啊，有吧？好像有哎。有吗？我看他的标题已经改成用 VS 一 laser 了，但他的画面还是黑黑的。有，同时开打，好，很好。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波舞，这一场波舞结束，我们就可以原地解散。原地，我们不管另外一边的进度，我们就直接我们直接解散，我们不管主台到底关了没有，直接不想管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不错啊。就地解散。好，刚刚看了一场神经错乱的 PVZ 之后呢，我们接着要走回这个正途哦。秋泰前期是一个 VS 开局哦。有多少活人？活人应该剩没几个，要么已经躺平了，要么就是看到一半睡着了，然后电脑也没关，就已经没有反应了。不行，我这个电脑不能不关，有够烫，有够热。它会直接把你的房间增加温度欸。对啊，为你的幸福加温。就从来就没有养成那种睡觉电脑还开着的习惯，但是因为你没有要挂手游啊。那确实。对啊，如果你要挂手游的话，你的电脑肯定是嗡嗡嗡嗡嗡欸。那我可能会选择先去换一台电脑，再换一台更文书一点的电脑让它去挂手游。可是更文书的它的模拟器跑不太动呢。哎呀，至少那个显卡不用这么好吧？哦，也是啦，那倒是。主要会热的应该是那一张显卡吧？增加你的温度。手游有什么好挂、啊？那肯定是你不是手游那一挂的人了、啊。手游很多可以挂吧？手游到处都能挂。看看我们那个袁景辉好朋友，之前24小时没有在 non-stop 在挂手游的。你说圈土之兵吗？你说的没错，圈土之兵。圈土之兵这件事情持续了已经多久了？有没有2年了？哦，超过。哦，秀太看起来是不是要打一个小 hero 流？没有错，小 hero 流。你说的对，前面两只先知这边也没有掉。哎，他的小 hero 流会放第二个 BF 的吗？会啊，会啊，双生攻防啊，双生攻防一定会的、啊。
好的，来看市况。这张 Moon Dance 现在 Cero 还没有把家里面半残的矿给开起来哦，但是他也还没有放市况啊。有要说这个市况怎么放的比较慢一点啊？不开那种残废的矿，开外面，开外面，开外面也是没问题的。哎，凤凰。快走！你要开就开一个完整的矿。那种残废的矿，那种残废的矿都是给小朋友在开的，大人都是开这个完整的矿。真的耶。好，闪现追猎这边已经好了，但是追猎数量其实没有到很多，这边 Cero 反而是爆了好大一批的蟑螂欸。他挺66的啊，他挺66撒爆蟑螂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换他撒爆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很好啊。他等一下一言不合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王虫就把这个后虫飞高高载出去。可以欸，可以，也不用载啦，虫他已经在脸上欸。完了，确实，那确实啊。哇，变了好大一波火蟑螂，看到后虫都爬过来了，吓都吓死了。带这个，哦，有没有办法把那颗禁止鬼雷给引掉？踩掉，踩掉，还没有踩，还没有踩，还没有踩，踩不到。看到，还有看到，有看到，金色王虫，有金色王虫这边视野是有的。喷一下，喷一下，喷一下，喷一下。好，砸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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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这边压力很大，修缮压力很大。好像应该死了吧？感觉死了吧？感觉人口上面是修太续不起来啊，但是这个闪锥还可以持续跳，等一下还有超级电池吧？这超级电池好像还没开吧？还是刚刚已经开掉了？应该还没啊，开了开了。OK， 超级电池，先知剑开始帮忙戳，但是先知会被后虫点啊。这个小黑弱流能够扛住这个66停工兵的大量蟑螂的一波吗？继续刷，继续刷，继续刷，电池后面还在持续盖，怎么好像有机会扛住欸？后面蟑螂还在接，又来了，第二波，可是追猎也还在刷，这边还刷更多狂战士，我觉得好像，哦，修太锁在130人口就不会继续往下掉了，怎么厉害？哇塞！怎么厉害？好像扛住了耶，这么厉害的吗？九四那么厉害的，而且他的二攻要升好了，他怎么升盾？二攻一盾，神奇的理解。这边修太开了五矿，哇，那刚刚 C 罗在这个停66只工兵蟑螂忙到底的情况底下，没有把修太给捅死，那就这样，再继续忙。第一波忙不死，我就再忙一波。然后在神族转兵之前，这个忙，然后有一波神族没存好，都是有缺忙死啊。嗯，继续忙下去，但感觉只会越来越难打哎。不会，只要他没转兵，只要他都是继续刷这些兵，理论上这个虫族的这边用莽的都是有绝对莽死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来到了神族五矿，这个五矿感觉第一时间守不住哦，应该要直接取消掉了。然后刚刚这空头王虫好像还载了4蟑螂，要丢到神族的主矿去杀工兵啦。有，他要转兵喽，下两个 VR 喽。哇，送了一波狂战士。哦，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，开锤！阿贝啊，阿贝啊，二攻要好了，但是我这边也要转遁地兽了。有，遁地兽血已经放下去了。
好，家里面的空投蟑螂已经解决完了，刚刚死了一些些工兵，但没有关系，丘山这边还有80个。这个哨兵到底是想怎样卡在这里？塞车啦！丘山是两 VR 要开始爆不朽。不朽者续起来。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最低错的差一比了。嗯。哦，要盖虫哦。你这些堆猎最好是不要太嚣张哦。上去直接 nice fungo 哦，好像定到了，好像定到了。定到，应该有定到，就打了。哇，两个不朽爸爸。不朽出来哦。不朽爸爸出来，力大无穷哎。神族把自己的武矿再次开起来，还把六矿也跟着放下去了，扩张的速度很快啊！三攻好了，现在 C 罗还在憋遁地兽，虫洞也放下去，遁地兽的科技现在正在提。抓到了、哦、又抓到，可以哦！又抓了一波黄战士，一场切 ，nice bungle 吃了一发火，哇！这边蟑螂被包了一个圆呢，被包住了。C 罗利用这边人口腾开来，后面也在刷更多刺蛇了。好的话，这边死的是有点多、啊。而且是没有换到什么神族的部队，其实老实讲，啊，这个虫洞开这边这么 magic 的吗？这么神奇的吗？后面开始出猎光球啦，但是对面 C 罗有三本有飞蟒啊。我等一下哦，一把地，保龄球。左边，主要左边，哎、欸，左边是有一波兵。这边。你要去 A 他的基地吗？刚刚两颗炸了蛮大的，把遁地兽跟赤蛇都炸飞了。再炸两个，哇，连橄榄虫都给炸了。怪怪的，被炸的有点多、哦。那丘山有12个兵营，来换个地方打。但是这边是一个低地打高地，上去硬撑。被点了，哇！剩一只飞蟒的样子。刚刚被点了两只飞蟒，我左边这边虫族分了比较多的部队来打，主要是狂狗好了，狂狗好了，等下咬这些东西就很快。嗯，怎么在生闪电呢、啊？闪电。神族在升三防跟三护盾。哎、欸，等下中间这里来了。哦，开位置哦，开个神奇位置哦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这边卡了，但球从上面过来。来看一下修缮怎么处理，这边要电，但是电还没好，直接反馈飞蟒，飞蟒这边全部都没有能量了，哦、就拉一把，只有一只飞蟒有能量。但是不朽者这边被拉过去，直接秒掉了。闪电还没有好，闪电还没有好。哦哟，哇哇哇！全部被点掉了，全部被戳爆了。两颗猎光球，要包夹了，要包夹了，包上去，包上去。这边有一些部队直接进虫洞跑了，另外一边神族在死攻兵啊，还在喷出来，他还在排队出来枪毙啊，有一堆狗在枪毙啊，夸张了吧？没有控到，没有控到。神族死完14只工兵，家里面还有79只工兵，好有钱哎、欸。
又出了四只的飞蟒，能量吸起来，开始转航母，也来解决这个茫茫多的遁地兽海啊！啊，加强正面啊，加强正面的强度、啊嗯，提升正面的质量。哇，全被拉走了！哇，全被拉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哇，那你拉了解决不完啊，伤害不够啊！刚神族直接连环球，还是换了不少虫族的部队。啊，这一定是有点扛不住，扛不住。遁地兽，赶快回来帮忙！狂战好多啊！好，解决完了。下面航母一台一台的再出。哎，我是不是没有夺神塔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有点小危险。哎、欸，但这里，哎呦，没有，不敢吃。啊、这些光炮也太多了吧？茫茫多的光炮加电磁海 ，C 罗又变了十个遁地兽。好多遁地兽哎、欸！哦，直接又再次上来走这个位置，飞蟒又拉了一个不朽，航母要直接出动了，闪电有办法电吗？反馈，剩下一只飞蟒有能量，烈光球炸出来了，感觉遁地兽被烈光球炸满。哇！又要被炸满了！完蛋了！好了，结束了。完蛋了！结束了。炸了有够大 ，C 罗打出了拒绝。哇！原本想说遁地兽卡在一个很好的位置，让神族很尴尬，结果反倒是神族利用一个这样的机会，直接烈光球打了一个 strike。神族烈光球啊，它不一样啊，它被卡在这是可以靠烈光球去解的、啊。嗯。连续三四发都直接命中一个最大的全岛，那个很难散啊，这个超级难躲的。哇，这么紧急开战的情况下，你也不可能真的把你所有遁地兽分开来，然后一只一只买下去。嗯，太忙了，还要飞蟒这边拉拉拉拉拉，对不对？还要散一下阵型。干，航母效果好像不如烈光球。你的意思是航母做出来，它的怎样？它的炮小飞机出来射一炮，然后就要死一只遁地兽。看来人家就是 DPS 比较高的那个小飞机在慢慢射的，稳定输出，稳定输出，这是不一样的定位。这场休战打的确实不错、啊。中期，尤其是中期的那一波扛压 ，C 罗斯停了66只工兵，然后傻爆蟑螂嘛。球探的操作基本上也都没有出太大的失误，有把自己的追猎都给保存住。这是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 Zone 这里怎么人口只有84？你们应该是打教室一波吧，然后没有打到东西吧？哦，然后这里转烈光球加，等一下应该是要打一个烈光球加那个大量地面的，我还刷教室，那是不是烈光球加教室一波？烈光球教室一波。听起来很潮的，真的耶，听起来很 sharp 哎。投两颗球 ，OK， 哎呦，哎呦呦。
炸到蟑螂啦，炸六个蟑螂，好爽哎、欸！六个应该是有包含前面有杀的啦。来了，这一波要飘了。对面有多少只蟑螂啊？这狗都完全没有用哎、欸，这狗上去啪啪啪就全部都没了。说，哎呦，不要一直问我们为什么主台没有切回去，前面就不重要，就不重要。你在看那个前面一分钟采矿到底是要干嘛？哦哦，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这边。哦，可以哦，这波飘进去，狗死光喽、哦，狗死光喽，狗死光喽。可是蟑螂怎么办？没有，没差，飘进去啊！蟑螂追不到、啊，飘进去了、啊，飘进去了。哇，工兵死光，快死工兵了！再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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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走，飘走，飘走。Oh my god！ 再来，继续拖，继续拖，这里就一直飘。来，这边还有两颗球，丢下来，牛总上来，牛总上来，牛总上来。哇，这个丢的没有很好哎、欸。没事啊，飘进去了，再来，再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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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，进去，十三个，再来十三个，好像不够多。再飘，还要再更多。他那地光球往主控在吧？地光球往主控在吧？然后去丢斜坡口。哦，这里很多工兵。哇，他没有 H 柱哎。哇，哇，用炸的，这里哦，下面用炸的，可以，开花了，开花了。下面还有刷出来啊。开花啦，又飘下去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去哪里？来不及了，伊列泽已经受不了了， yeah. 扛不住了，打出了GG。哇，这个地面教室配烈光球一波哎、欸，还好我看得懂，还好我看得懂，好炫炮哎、欸，那么炫炮的哎、欸。确实这个球也的确丢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完美接上了，三分钟刚好出先知，真的前面完全都不重要，刚好第一支先知出来，再出第二支先知，然后看一下第一支先知怎么秀 ，show time， 就是不用紧张哦，该回来的时候还是会回来。一直问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是跟着主台的讯号，他高兴怎么切我们就怎么播。只出了一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第二只也来了，开戳，哎。后虫直接顶在那边，没机会了。再绕一下，秀太应该还是要打一样的东西啊。我觉得秀太的整个番战应该都是打一样的东西。可以变形一下啊，对不对？中间改成三矿闪追波。我也希望他变形啊，但我感觉他就不是一个会变形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啊、他骨头比较硬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骨子比较硬，特别硬。戳进去有没有东西可以戳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抽四基地好了。抽这个，抽四基地也可以。对。好，成功逼退一次，也不错了。感觉有什么好对比的？你刚开始刚睡起来，你讲话一定比较有力。你他妈的已经十几个小时了，讲话怎么可能还那么有力？这有什么好对比的？就跟你跑步，你跑步跑第一圈，你一定跑的是最快的，你怎么可能跑到第三百圈，你还是一样的速度？我才不相信！你是机器人，真的是比这个有什么意义吗？
来了，一样。你打炮，你打炮射的第一发总是最多的，最后一发总是最少的，这不是肯定的吗？这不是肯定的吗？这，搞不好你突然注入了神奇的能量啊！你知道吗？你说突然喝了险金呢？不对啊，不可能啊！你就算再怎么喝也不可能，好不好？注入了什么能量？你是注吸力控进去是不是啊？闪最深好了，又开始蹭兵的时间到喽，开始蹭喽。哦，贴着贴着贴着锤他，锤死他，锤死他，够不够？锤死他，锤得死吗？哎呦，这把竟然是打得如此正统。对啊，双生攻防。双生攻防。后面秀太接了一副阿贝尔，看他刷在哪里，刷在左边。哎、欸，这好多先知呢，完蛋了！完、欸，要出开了，要出开了，要出开了，完了 ！Surprise！ 哦，可是另外一边，这个正面有点尴尬哦，超级电池被点了，哎、欸！先知回来救，先知回来救，先知回来救，先知回来救驾！哦，蟑螂好像也走不掉喽，蟑螂要被款式卡住喽，七伤拳。哇！可是蟑螂感觉死更快哎、欸。知道，蟑螂要被卡住了，要被卡住了，没有换到什么东西啊？哇！他只换到了之后，先知的能量，满满的能量没了。先知的知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换到先知里面的知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他只换到了先知的知啊。只杀了两只的工兵，还有一些狂战士，就这样而已。前面的蟑螂全部吸掉了。哇！好像有点尴尬呢。这个先知的枝等一下就会自体补充哦，慢慢的又回来了。来造一把天启吧。哎、欸，这张很多哎、欸，没有没有 ，Siri 没上，没事没事。阿北跑起来，看到一堆狗，算了，跑回去了。捶他，捶他，不要让阿北回家。阿北送那个阿北邀请函。阿北跑过去，阿北又跑回去了。阿北要领邀请函了，阿北邀请。阿北走不掉了。邀请函下去，好，这边要推了，找个机会把虫胎给清清。啊，来了！放弃啊，这一攻而已啊，这个不是核弹哦，可怕，这个不是核弹的，这个是一攻的，一直都没有滚到。哎呦，这个没有踩到哦，差一点点哦。哎，先知来帮忙守这边矿。一下，毒不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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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绿色的球出现了，突然跑出了绿色的球。好，还分几只狂战士把这个绿色球给引开。哇，那关键是这个啊，关键是 Zero 这边近战二攻好之后，有没有办法换到一波大的战术？有没有把工兵给炸烂？这边很关键啊。超级电池还没有开到多久就爆炸了。我这边好像要打破一个平衡哦。哦，这边好像要打破一个平衡哦。包住，包住，成了纸尿布。包得住吗？包得住，靠得住，好自在。哦，等一下他这边把那个工兵旅扣走。旅扣也在这里。哎，哇，这好多后虫，后虫全部缩在这里面。阿贝又回去了。阿贝跑过来，阿贝又跑走了。刚刚那一波对神族来讲好像有点伤哎，神族现在有94个工作单位，
94支工兵。看女人是很过分啊，要被锤死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正面，这个正面同族很强，真的。神族现在在转不朽，但估计那个不朽来不及吧，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。这个不朽数量一来是不够多，对，二来是对面有赤蛇的，大量的赤蛇狗。来这边 ，Cero 就是不要让你开这边矿哦，万一五矿开不出来，好把工兵给抽光。一发禁制鬼雷，定到的是另外一个核弹来了，核弹，这是核弹啊，一片矿没了，旁边刷出大量黄战士，哇，这边还有一颗，哇，29支工兵 ，Oh my god！虽然29支工兵炸完还有69个，但是这边部队已经全部死光的情况底下，修太只能够打出巨巨。哇，1-1平手了，有来有回。好爽欸，那个炸的29个。好开心欸。一颗毒爆直接让你升天，不容易撑到那个局面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要有个强力的核弹，真的呀。他中间有一波修太守着有点没有到那么好啊，看起来是被打破平衡了。Cero也是打得很凶啊，那是肯定。积极的进攻，找到机会直接把那个超级电池给点掉，吃了神族大量的部队，在那边神族看起来就有点尴尬，武矿开不出来啊，有多的工兵但是没矿采啊。哇，还来一个平手，在这个时候强行波三。原贝跟我说该睡了，还剩一个波三，强行波三。我的枕头告诉我他需要强烈的挤压，听起来特别的奇怪。好，现在哇，为什么一进来众的人口领先这么多啊？这不是要送人家下去了吗？哦，对，送人一层啊，这好像要下去了，什么情况啊？这完全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、欸？哎呦喂啊！哎呦哎呦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拉不开啊！很挤啊，拉不开啊。这感觉已经要没了。欸、还帮他加一些 BGM 呢、欸？你有听到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意思？我要拿我的卡主笛出来吹。嘟嘟嘟嘟，这就是送人下去的音乐吗？没错，他奋力的往前一跳，哇，把火葬炸完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3-0，用一个 BGM 来做一个结尾。拿我的卡主笛吹那个吹垃圾车的曲子好了。哇，重打以内的直接3-0欸，屌虐，好强哦，仲老师。到底是仲老师太强了，还是以内的这个 ZBP 有问题啊？是吧、啊？仲老师就独树一格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打得跟人家不一样。仲老师，对，你说的也对，所以他肯定不是平常以内的打的那个节奏，长得不太一样。
是假如这种比赛就是比较吃香，就是这种特殊型选手，对对，你平常遇不到，然后打法又跟人家不一样的，难以习惯的这种选手，我觉得比较吃香一点。哇，这个这种很赶时间呢。哇，3-0就要结束了，我们还想说不管怎样，另外一边结束没还怎样的？对啊，结果隔壁先结束了，我们这边还在1-1，然后第三场不知道为什么死都不开始。那我们就当我们是播隔壁的好了。这个想法应该不错。早知道我们刚刚应该就去播隔壁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们就不跟主台讯号，我们进去跟着伊努的 OB， 对不对？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收工了，结束了。但怎么想，隔壁那个一定都是比较快的。真的耶，好有道理哦。这种老师啊，对啊，有这种老师就不会很久嘛。对啊，一下就不行啊，不是一下就一下对面就不行了。对啊，一下对面就不行了。哎，没想到哎，真的是没想到。一整个晚上的赌盘都没有赢过，哇，你好惨哦！你要说，那你也是不简单，那你也是不简单，那你很惨呢。我看一下你们这个赌盘是怎么下的，好不好？以 laser 加 C 罗。现在开一、开零的机会是没有啊，开一、开二、开三的才有机会，四五六也都没有。哇，有37%人下四，然后34%人下五，哎，哇，等于说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机会了。哇，搞不好等一下又有机会开出天价赔率哦。如果等一下 C 罗是一个3-2输了，那我们就会开出一个什么？开出一个1-4950，他只下10块钱，不错啊，各位，不错啊，各位，真的是不错哎！我跟你讲，下一分的人只有一个，下两分的人也只有一个，下三分的人有两个，所以等于说什么？等于说。今天等一下，这个盘只有四个人有机会而已。只有四个人有机会赢等一下这个盘啊。越早的盘，对不对？开出来的海啸机会越高，欸，好扯哦！好，终于来到了双方的第三局，地主是来到了 Data C 资料 C 地图的右上角，这边2点钟，蓝色的神族是 Showtime。地图的左下角8点钟，红色虫族。这是 C 罗，1-1啊！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包三的概念。我们从头开始。哦，他们刚刚上一把不知道什么，等了这么久才开始，中间呢？你去撇尿。未看先猜，我觉得秀灿应该还是拿一样的东西啊。根据我这个人对他的了解，有人问我关台后直接躺还是吃早餐，我肯定不吃早餐，我就是要直接躺到下午，我受不了。
吃完早餐你可能还要等它消化，你又不能直接躺，有点不太舒服。虽然我现在肚子的确是蛮饿的，我以前上大夜班的时候，我 也都是吃完早餐然后我才会去睡觉。那你是很勇。不是，因为我以前是天天都是吃完早餐才去睡觉，然后就变这样。哦、是这样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感谢 Taren for 艾尔300小金点，早餐吃完很好睡。可是你要让他就会变我这样，就会变你那样，是不是？哦，就会变我这样。他们就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不想被代谢掉了，对吧？就会变我这样。哦，那大家慎重的思考一下。我们理性的传达这个理念，告诉你就是会有什么后果，就是这样。嗯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这样。正面教材啊！我现在感觉很嗨，我现在没有很嗨，我现在眼睛几快闭起来了。我现在是不嗨一点，我就真的眼睛就真的闭起来了。对对，是要嗨个鸡腿啊！是嗨三小，人都快没了。我是不得不。熬夜到早上精神都超好，然后吃完早餐就昏迷。那你也是，那你一定会变我这样。哇，你这样听起来很像在诅咒哎、欸。我诅咒，我只是跟他讲后果，先跟他讲前因与后果。他那个是前因，后果是变成我这样。欸，先给你一个忠实的劝告。没错，睡了一觉起来，现在剩下几个波，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了，这个波完就没有了，我也不会想要再有一个了。今天真的很漫长，对不对？他已经7:36了，已经超过昨天了。哎，我的这个台的开台时速已经要14个小时了，还哪里还有这么高 CP 值的比赛转播服务啊？怎么可以开这么久啊？对啊，配一杯早餐店大冰奶就没事了，那肯定有事啊。哦，还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配早餐店的大冰奶的意思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你们以为吃进去的东西拉成屎就排掉就没事了？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可能是这样吧。是这样吗？可能是这样吧，就是粗等于净啊。Inside and out 啊，拉的屎绝对不会比你们吃的还要少。听起来很奇怪、欸，听起来很奇怪、欸。欸，这两前面两只仙子还没有掉，加点戳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他又要走一模一样的。啊哟，没事，擦一下就爆了。欸，他又要……哦，没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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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压一下。哎呦，点掉一只后虫喽，有赚哦，又青虫胎哦。哎，蹭蹭蹭，继续蹭，继续蹭，继续蹭，现在就是无敌开始蹭的时间哦。来，蟑螂贴上去，但是后面有个禁制鬼雷，一发大的，直接把蟑螂全部都滴在原地。哎，好呆！你好啊，哈哈笑你，完蛋了，后虫要掉了吗？后虫要掉了吗？其他的后虫，嗯，过来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赚到一只，这边应该还可以再吃一只蟑螂吧？
那我们这边选择先撤退，毕竟有人在，毕竟已经有人在傻爆了。我们还是先撤退。有，但是他的工兵是有补起来的，补到了77只，把四矿给开出来先，赚一只王虫，点一下虫胎，赚第二只王虫，好开心的耶！哪边都有宝可以挖耶，让对面直接红人口了。真的是要庆幸另外一个波先打嘞、欸！我真的是原本原定计划这个波播完，还有另外一个波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波播完真的是可以准备点午餐嘞、欸！那个波播完，我们就可以先自己发邀请函给自己，我们直接去入住光之殿堂，我们直接搬家了。好不好？对啊，直接搬家，入住光之殿。我后虫点掉喽。后虫刚刚点了两只先知剑，这一波神族死伤的有点惨重，趁着就没有刚刚那么好。哇，一口气下三个 VR 哎、欸，三 VR。对啊，虽然刚那一场3-0看起来很快，但是如果接着播，等下中间老板又出来讲个什么话，又休息一下什么的，肯定是午餐已经可以准备开始吃了吧？阿北快跑哦，很多毒包要来喽！进去滚工兵喽，这是一攻都没有的。花那么多土包，只把一个电池给滚了，真是尴尬。三 VR 出不朽，好的，啊，还是要转球了。VB 也放下去了。啊，这个排队，这阿北好多哎、欸，干嘛排队去打真的阿北，是不是？排队打疫苗的阿北。排到了，這個、看到护士姐姐冲上去，哇，这样子吗？啊！直接被打、啊，然后直接精进人网，被打个汤汤水水的，怎么办？精进人网啊，合理吧？合理啊！看看那一排真的是很长哎、欸，大排长龙哎、欸！哎呦哎呦哎呦！真的是好加塞，那个不是二攻的哎、欸，不然那个工兵全部都去了、欸。哦，这边直接要往上 A 吗？跟神族换？这里没有电池哎、欸，这里没有电池哎、欸，有机会、哦。两个球，两个球，三颗球，哦，三颗球，完蛋了啊！哇，哎、欸，没炸出来哎、欸，刚那颗怎么没炸出来？被点掉了，被点掉了。哇，扛住了、欸，烈光球拯救世界。刚刚那是看到一卡盒新少年，那也失血过多，难怪冲那么快。失血过多，地上流了一滩血，一整滩的血，完了。刚刚那一波超级危急的，如果没有烈光球的话，应该就要直接被一波顶死了。还好球有及时出来，结果有他还转那个飞马。转飞马，那这样子神族还是蛮危险的哦。看下一波了，飞马出来之后、这个球也都是可以被中断的。好大一批狗毒爆啊！继续三 VR 出不朽，取消。
好，神族的三宫这边好了，一把天启，这边要再冲上去换了吗？那是烈光球，先发制人，三颗被飞蟒全部拉走了，一颗都炸不出来。白球卡在位置上面，这个毒爆什么东西都撞不到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掉哎、欸，哇，不够哎、欸，极亏、欸，而且还走错边了，绕错路，绕错路，走歪了，走歪了，极亏极亏，这两个球全部都残血而已，完全没爆。哦，这样神族好像把这个很强势的地面给续出来喽，白球很多、哦。把右下角这边矿给蹭了，哇，不朽也很多，大量的白球跟大量的不朽。这边毒爆变到一半，变出来了。阿贝逃之夭夭，阿贝快跑！这边有三颗球，直接把布球团团包围，毒包全部炸上去，炸不穿呐、啊！毒包没了，毒包没了！再等下一波，再等下一波，没事没事。烈光球迷路了，烈光球到处跑。再变十三个毒包。八只遁地兽，秀太家里面再次摁闪电了，等一下又要电来解决这个大量的狗毒包，因为对面的狗真的太多了。哇，电了一把好大的、欸！禁制领主，哇！这个矿区的工兵要全部都被炸不见了吗？炸了十二个，不够啊！手上还是还有很多弩啊。这边还有七，但主要是，嗯，现在主要是哇！所以我这边如果再不转，他如果再不转兵，这个对面闪电出来之后，我有他的遁地兽，有他的遁地兽，他要转这边，这边把这个戳掉，先把看这个戳工兵，戳工兵，戳矿，戳工兵，戳矿，戳工兵，戳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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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戳有了，有了，戳了二十个了，戳了二十个了，戳开来了。他怎么戳二十个？他有六十三个、啊，厉害了吧？你就知道他原本到底有几个了，这么厉害啊！哇，遁地兽其实散得很开哦，所以这个烈光球其实也不好炸。这个天兵来了，天兵来了，哎、欸，但家里变两把，但是矿区没了，矿区被打掉了。死了39只工兵欸，死完39只，这边还有53只，哇，这样神族是不是有点凉啊？刚刚又被断掉一片矿，然后工兵全部被炸光了，好像不行欸，好像不太行欸。怪怪的耶 ，Cero 在后面直接把这个巨型螺旋塔都给放下去了。要出大龙，可以，因为来打这个白球不朽出大龙也是很猛的啊。这个阿贝打不了这么多狗啊，这边神族这边直接顶了，好喽，神族这边直接顶喽，还有时间。还有时间转出来吗？好问题，这个斧飞刚刚全部都还在卵里面呢，看到斧飞出来了，五只斧飞，核弹去炸它，哎呦，哎呦，把刚刚传出来的狂安斯都给弄没了。哎、欸，等下烈光球被点完了，烈光球好像直接被飞蟒刚刚勾走了，全部勾走，没有球了，那这个正面有可能顶不上来哦，看一下看一下。白球还很多，白球还很多，不朽有很多，这边拆光拆的超快的，变了五个大龙，这五个大龙应该是可以变好，没问题啊。神族应该只剩下最后一波了，两发电，
三发电，这边还有电吗？赤蛇酥酥麻麻，没有白球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说，这边还是最后一波 ，Sera 还是浩神以下的守住这波进攻啊，拿下了第二分，比数是来到了2-1。下面一位没有，下面一位了，他就是最后一位。哇，原本中间夹的还不错的说，夹着夹着中间那个 Sero 变了一波遁地兽，然后又滚了一波毒爆，杀了39个工兵，还把一片矿给带走，那个修炭的经济就已经完全跟不上了，只好使出对不对地面最强这一波，看看大力能不能出奇迹。来，事实证明还是不够，差了一点点，差了一点点。后面已经没有任何经济可以让他回头继续的营运了。这个奶酥又来嘲讽了，哪里有奶酥？哦，奶酥。奶酥的 Discord 账号权限都已经变得不见了，他说他就只是手机打开了登录他的 Discord、啊、他的权限就都不见了，那么厉害、嗯、那么厉害，真的是那么厉害，那么厉害。太厉害了，没有啊，你看你那个频道还有人在欢迎你耶，代表一定是你这个账号有问题哦。他还直接显示你的这个账号是新加入这个伺服器，这不是哪里怪怪怪怪的吗？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把上地图，是来到了宇宙蓝宝石右下角5点钟，红色的是 Sero， 左上角11点钟蓝色的是 Showtime。 现在 Sero 在这个波幅上面已经听牌了，在这个败部第三轮赢的人就可以在明天对不对对决，对决的对手还不知道、哎、要等明天的这个胜部的准决赛看谁掉下来，反正一定是打一个神族、欸、看是要打 NIB 还是打 Astray。 你要加入我们陪我们播完这么令人动容的吗？这是这样讲吗？我以为你的回答是你他妈都剩最后一两把了这时候才来，这是不是现场吃喝玩乐嘻嘻哈哈，对不对？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，这最后一把了，才在这边搞笑。你现在是、啊、你现在是有电脑可以用吗？我当然没有，但是用平板啊。哇，那你是看不到的，那你没有，那你没有留可以看的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 RTMP 哎、欸。干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给那个？你想 RTMP 他听得懂什么东西吗？可以啦，以他的智商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学生呢、欸？你要确定？干，又还没毕业。对啊，大学生。为什么我接不到我的耳机的那个蓝牙？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他听不懂。哦，没有，他有听懂啊。他说我是蓝牙。嗯，他有听懂啊。啊，他退出了，他无情抽插我们。他现在听不到我们声音啊，他的蓝牙耳机听不连不到那个 Discord。不是，是我现在我的手机显示我是接着蓝牙的，但是我的声音是从我的手机喇叭跑出来的。哦，那你可能要把它切换成手机的 Discord， 不是有那个耳机模式跟一般的什么什么通话模式吗？还有这种东西哦，这么高科技哦。有啊，我记得有两种模式啊，你看你找一下那个按钮在哪里，你切换看看，应该有用吧。不是 啊主要是我又没办法给你看讯号，还是 Discord 分享给你。
这样帮我看啊，没差啦，我就直接那个播就好，我直接看你们的画面不就好了？画面应该没有延迟多久吧？十秒吧，久的吧？哎呀，我那么专业的 PBZ 肯定没问题的。好、哦、好好好，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刚刚的。我如果现在用喇叭，你会听到我的回音吗？我现在是没听到啦。你现在是没听到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是没听到啊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那我直接去看你们的画面。那你可以跟我分析一下你刚刚那个乒乓球是怎么丢的吗？啊，怎么丢的啊？就丢不中嘛，不然想怎样？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我们终于看到你玩小游戏，我们还想说会不会是四天，然后你都没有小游戏可以玩？没有啊，就是他们就我在楼下跟其他韩国人吹逼吹到一半，就有工作人员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要不要来玩那个小游戏？”我说：“玩什么小游戏？”他就说：“丢那个乒乓。”我想说：“哦，这个我知道怎么丢啊。”我就好好上来。啊，当我要上来之后呢，我想奇怪，他们为什么要摆三张桌子、啊？真的、欸，他们真的是摆三张桌子哎。那我就想说，正常玩不都是有一个大桌子？然后你前面去丢就好了，比如说九个杯子，或是六个杯子，然后你就是丢，然后你丢中你就要去喝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或是你没丢中要喝嘛？对。然后呢，奇怪，你怎么每个人摆了三张桌子，现在是要干嘛？你们还要分队啊？因为我又不好，我又没办法，我又问的不清不楚。笑死！那你们喝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也都没开声音啊、那个就是我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那个调酒啊，但是不醉啊，那个酒量很低，超级低的那种，那个喝起来跟果汁一样。我一开始喝完，然后奇怪，这是果汁吗？那不错啊，那你还有得喝哎、欸，那你喝很多哎、欸，那你们那个是干净又卫生吗？那当然不干净啊，它是你球丢进去的那一杯你要喝、欸，所以等于说你那一颗球是，你知道就是。滚过这个 Home Story Cup 现场的每一个角落，对啊，沾染到他们每一个细菌灰尘。而且我记得以前我以前玩的时候，它是前面有一个杯子，然后我丢到那个杯子里面去，然后我要去拿后面的酒喝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可能比较开放吧，他们就直接把球丢进去要喝的那个杯子里面。我第一次看到，What the fuck！ 然后杰亚德就把那杯拿给我。然后我就看他，我现在真的要喝这东西吗？可是不喝好像又不太行。笑死！为什么都没韩国人在丢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们问阿勇要不要玩，阿勇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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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没关系啊，你好不容易有机会玩个小游戏，对不对？只是上来看起来你的小游戏。没有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你玩那种东西，你就两种了，一种是要么你很会丢，很会丢你就可以喝得少；要么就你很会喝，那你也可以丢，那你也可以不会丢。要么你很会喝，要么你很会丢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们那个对手有一个真的蛮会丢的，我就觉得有点猛。白痴，那个根本不知道是谁好吗？那个就路边来了一个人，然后他突然说他是兰博的队友，我心想我靠，这感觉看来这个人就感觉有实力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强哎、欸，他真的有点强。对啊，很猛的好不好？啊，这个画面怎么看？有跟德国跟人同房吗？没有，零。哎、欸，来啊，那个 PBD 大师为我们解释一下。啊？现在什么局面啊？这是什么？现在什么局面？那、啊、就大家自己看嘛，就一个在出追，一个在出狗嘛，就这样。哦，有啊，好专业、喔，太专业了，很专业啊，很专业啊。我们感谢这个 PBD 大师分析，把他静音。我觉得我讲得很情真意切啊，怎么了吗？你们有什么听不懂的吗？还是需要我再解释一下？那个人出的叫异化虫，正确名称是怎样？这个不会滚的直接爬进来、欸，哎、欸，太过分了吧！把人家当塑胶，哇哇哇哇，哎、欸，爆一波嘞、欸！哇，啊，这个 recall 回去啊，头破血流，直接死了，撕追裂，还是？还是差不多可以睡觉了、啊。大家都累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半夜两点了。你要想，他们这些人早上11点就到了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还原本打算这场打完还在播个什么 Zone 打以雷者，你们真是发疯哎、欸。没有，隔壁已经打完了 ，Zone 已经3-0了。我知道啊，没有，原本表定是要播的、啊，很可怕的、欸。这些就神经病啊，干！你们这些人真的就是神经病啊？他们就有毛病哦、喔，很可怕哎、欸。我本来是想说，听说有那个
after party， 所以我他妈才待到就是上一场谁打谁，伊雷在打雷诺。对啊，我他妈结束了，然后 after party 我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，他们今天要玩什么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待完之后呢，我就走过去，我就看到那个荧幕什么，有人从灭修他打 Zero 了，完蛋了。然后就卡着说，没有，还有一场啊，被包蹭了一个圆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下去了，可以睡了，可以睡了，下去了。感受到了，直接受不了了，好可怜哦，休坦，睡觉的味道。那我觉得休坦今天绝对是苦主了，他是打最久的，然后输，然后还是没晋级。那不就是上次的你吗？那不就是打 TSO 预选赛的你吗？哦，啊，对啊，就是昨天你啊。不然我最近打所有比赛不都这样子吗？就是我活到最后一轮，你就是这个最衰的人啊。你就打最多场，啊，但是晋级的就不是你啊。妈的，我今天过去看到卡拉柱，我差点灌他两拳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可以示范一下。还是他真的来抓水鬼的？水鬼大队，这边秀才打出了GG。哇，这一场的闪追走位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啊，出不来啊！被 Zero 一个团团包围，那一波基本上就没了。就是他下来半步绝对是来练手的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越打越强。你要确定欸，肯定啊，有一个也是来拜步练手的，还用神族啊，啊人怎么不见了？不是那个是半剑好吗？啊人怎么不见了？不是那个是自己捉吼，那个不能怪别人。我想说，我已经准备好要看世界前三 PBZ 了，欸，我真的是没有特别的研究过他的 PBZ，欸，他上来就直接给我这样子，欸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他就那两招在那边交换完而已哦。太令我失望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全世界就是他只打索拉一定打得过，打其他人他不一定打得过，但他打一定打索拉打得过。笑死！哎呀，那你是要回饭店了吗？我已经在饭店里面啊，我在现场里面，现场会很吵啊，他们现场就还在嗨，哦。哦，你在饭店里面啊？不是，主要是这边大概是两点钟，所以正常来讲，就 Tech TV 他们是一个类似那种运动酒吧的概念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所以半夜两点是理论上还在嗨的时候，但是因为现在台湾几点？我看看，早上八点啊。对，台湾早上八点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很好，你不只是你受不了了，我们也受不了了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不是啊，这个时间对亚洲人真的太折磨了。我看，那刚刚我还跟那个阿勇、仲他们一起走回来，看我真的能一块死。哈哈哈哈。好啦，我们差不多时间睡了。我们感谢 Nice，哦，这边收播十秒收播，十秒收播。感谢 Nice 最后来跟我们拉一下比赛，来发表一下他这个小游戏的感想。嘿，某专业解说好吗？专，啊，业解说，你上来只讲了，就对面在出追猎，然后另外一边在出异化虫，然后这局就结束了。啊，那不是吗？那我问你，我刚刚讲的哪一句话是错的？那也没有错，没有错。你讲完 这场比赛就已经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，也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做做了一个 ending， 大智若愚，大智若愚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的大智，啊，不管你是大智还是小智，我们都要去睡觉了。我们都要去睡觉了。感谢各位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，我们来收播了。感谢 Top， 感谢 Nice， 我们就晚上。你哎，那，啊，你今天还会去会场吗？我要不要去？我晚点，我明天应该会去那个吧。我应该去看看他们在玩什么东西吧。好啊，那就明天会玩得很嗨。搞不好有机会，我们又可以看到那次去玩小游戏了，好不好？妈的！我们等待着你表演啊！啊？我们等待着你表演啊！表演我要表演什么？我现在过去干嘛？我不知道你们明天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？说不定明天就滑九泉了。哦呦！滑九泉，我那边几根种种。你去教他们滑九泉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输的喝一杯，啊。我不会滑九泉，好吗？哎，学一下，学一下就可以有，哎。找一个你会的啦，找一个你会的，电翻他们，好不好？找个我会的，我会什么？我都是属于那种，就是我比较会喝的那种而已。那你就乖乖在那边给我好好喝好了。好好喝不错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你自己过去，你过去你要买酒要钱嘞，欸。哦，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就他们现场那个你要啤酒要钱啦，啊，然后我还有钱，而且他因为他那个吧有点少，然后他们现场人真的超级多，有个男的等到堵来了，他直接现场直接在那个酒就那个吧台直接用手就打了一下桌子就棒 I don't want， 然后他就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超凶的，等不到酒，
太解嗨了，就是他要不爽了，他好像等了很久，然后呢我那时候走过去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他到底等了多久，但是他估计是已经等了非常久，还是那女的不想卖给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哦、反正就是那男的说就一直在那边吼，用吼的，他用吼说我要酒我要酒，然后那女的说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， 然后那男的说我要酒，然后就他吼一吼吼到堵了，他就用手直接咻棒，然后完了就敲一下然后就走了。到底是啥小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得很害怕，我很怕他一突然就往后面往我脸上靠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太饥渴了吧？嗯，很恐怖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睡觉时间到了，睡觉时间到了，大家赶快就寝就寝，原地解散，部队解散，好不好？晚上今天是8点钟，台湾时间的晚间8点，我们比赛才会开始哦，所以不要太早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机会可以看画面上面有没有 Nice 的身影出现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我们就今天在这边了，大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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